深夜美食无奇多，在澎湖有着凌晨开卖的超人气黑挂包，在彰化则有人人抢购的梦幻炖汤。不过听说在云林斗南也出现了一种美食，平均得排一个小时才买得到。到底这传说中的美味是何物呢？又到了深夜食堂的时候了，这次来到斗南，打听到斗南的晚上有一个这个美食啊。听说呢，你大概九点钟以后呢，你稍微差一点点时间没有到的话，我跟你讲，你吃不到，吃不到。哎，我这是学聪明了嘛，对不对？我九点钟到嘛，对不对？我就不要迟到就好了嘛。怎么人已经在排？哎，真假的已经在排？这天哪，我会不会像魔咒一样，我吃不到？哎，这些人他走嘞。还好我们本身这个光有趋光性，有没有？不是有去光性，有没有？让那光一照，人都会走。妙啊，这群人不走，好怪，他没有被照走。哎，谢谢你，年轻人，你在帮我排队，对不对？对啊。谢谢，你也在帮我排队，对不对？对。谢谢，我越过两个，谢谢你帮我排队，对不对？谢谢。哎，没有人排队了。开玩笑，我们不是这样，我们主持人不可以这样。人家排队还好，来，请问一下，你在排什么？大馒头。什么？大馒头。炸馒头这家很有名字，对，你们是斗南人吗？不是，那你从哪里来？湖北，台北。台北杀下来，你是知道我今天要录影，要上接电视节目的，就是。这家位于斗南淳朴小镇的炸馒头，从店面外观看不出来任何招牌，但你绝对不用怕找不到它，因为在开始营业之前，外面就已经排了满满的人潮。你看看啊，大家都按部就班的填写好了点餐单，我得赶快来想个办法，看看能不能早点吃到这传说中的美味。老板娘，嗨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是小马，嗨，小马你好，对，我也是慕名而来的，听说你这次晚上是非常热门的美食哦，对啊，所以每一天是不是都大排长龙啊？像前面那一群人，他们应该不是来看你炸馒头的吧？不是，他们是你的客人来买，对不对？对，那他们填好单就在旁边等，对不对？对啊，等一下就会掉了。那你炸馒头到底有什么特别？为什么这么有名？因为好吃哦，真的。老板娘，我又晚到哈。嗯，其实我也没有晚到，我今天没有迟到。哎，你很早啊。我很早到，哎，就已经，你看人那么多了，那我会不会买不到啊？对啊，不会的。不会哈，真的哈，我不插队的哦。对啊，我不插队的哦，你拿给我就不算喽。对，我不能插队，可是你拿给我就不算了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这边等一下哈，我想吃饭你馒头。好啊，我要各种口味都要一个哦。好，好不好？啊，总共有几种口味？七种口味，我觉得我们吃太撑了。大家会不会很好奇？不过就是个炸馒头嘛，听起来没什么特别的。真的有好吃到需要大排长龙吗？老板透露，他们的馒头不但是自己手工制作，下锅时呢，更凭着多年的经验控制油炸时间与温度，这样出炉的馒头才会外酥内软。再搭配上他们独创的吃法，让只要品尝过的客人们个个对这滋味难忘不已。我们就来吃吃看吧。哇，这就是烤过的 cheese 馒头哎！天哪，我这个可以直接吃了吗？是，可以啊，直接吃，还是要淋炼乳味道比较好。这还要再淋炼乳哦？哇，我现在考虑到只有热量，但是因为美食就拼了。刚才有个小女生说，我说你不怕胖，她说怕，但是要不要吃？要。来试试看，我跟你讲，偶尔放纵自己一下哈。晚上深夜食堂，哎，怎么会有这种想法、啊？这个又有点像银丝卷，有没有？但是银丝卷是银丝卷，这是馒头，哪有炸的？我觉得光看那个色泽好饱满。怎么会这么绝配啊？其实是咸的，然后外面的炼乳是甜的。咸甜当中呢，又吃到那个烤馒头本身，那个炸馒头它本身外面的皮是酥脆的，难怪会红。啊，这老板，您当初怎么会想要用这个馒头用炸，然后这样沾炼乳？因为我们炸馒头之前就已经有，或者是我在改良在家起司店，外面没有您这样子做，都是我帮您这样做，这样吃起来那种口感味，你就不管色，你看它的色泽还是颜色，外观看起来都很漂亮，而且吃起来那种馒头的扎实度，还有那个面粉香味又比较浓，因为我们都是全纯手工制作。对，那一般人家讲说馒头都吃早餐，你们为什么吃宵夜？因为，这我们从你们。他做之前就开始这样，我们的时间点都是这样子在卖，不是说我从我这样来做，就是祖传。祖传的时候就是刚开始就是阿寿觉得说卖晚上卖宵夜，对他有点区隔，别人可能白天都卖这个豆浆馒头，但我们卖晚上。我说为什么晚上到早上？晚上到早上，整夜都没有休息。
的话，旁边有加大两锅啊，好好吃哦。cheese 的微咸味融入在甜滋滋的炼乳当中，使得馒头不会越吃越腻，反而品尝起来更有层次感。不过店内除了必吃的 cheese 炼乳馒头之外呢，这里的焦糖与抹茶口味也很独特，别的地方吃不到哦。老板说他们这家店已经开业超过一甲子之久，虽然昼伏夜出，不过在饕客们后康倒秀波的行情之下，天天慕名而来的人可是绵延不绝。所以你这台也是哪里市场？焦糖好吃哈、哦，好吃。那、你平常你觉得吃起来口感是会怎么样吸引？让你每个概念，就是它那个馒头比较酥脆，酥脆，对一般外面比起来比较酥脆，因为一般都没有炸过，一般没炸过，就是一般的快馒头就比较好吃，就多了一层口感，真的。然后每天跟你就说，他如果说每天都想来吃的话，你一定会答应他，因为爱，对，因为爱，所以就每天带他来，每天都来吃。真的是很感动，好感动！我可以看你们两个一眼吃一口馒头，为他安慰。好，你为他吃焦糖。好了，祝你们好好念书，要好好在一起。好不好？那我最后再问一下，你来这边最久的一次排队排多久？之前第一次刚来的时候，有快到两个小时。两个小时，很长。因为那时候假人比较长。两个小时哎，那我就要是我就走人啦、啊。是谁说执意要留在那边的？就没，不是因为我们就大伙了，然后想说大家就一起，没事。就排队是台湾的一种文化，顺便是聊天嘛。对，就反正其他人都会比我们更无聊。对，我们排队反正比较有趣嘛。哦，用这样的心态就 OK 了。哎，我下次也想来排两个小时，找一些朋友来聊天，我觉得好像。原本我们看似平凡无奇的馒头，老板却靠着祖传的功夫与自己的创意，独创出新颖的口味，成功虏获了许多学生以及老饕们的味蕾，将传承多年的老店推上巅峰，成为全台家喻户晓来到斗南必吃的深夜炸馒头店。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们，如果想吃的话，别忘了要早点来排队哦。